这个人，阮大姊哦，伊即马精神状况无啥好，伊毋知伊家己咧做啥，请恁原谅伊，是个啦。你毋免替伊求情，状况无好，袂当做借口。伊是超过伊要甲咱害死呢，这要安怎原谅？无毋对，但是要让伊受到法律的制裁，要让伊好好反省，毋知该做偌济伤天害理的代志啊。好啊，今日王雅婷已经无代志啊，是安怎一定要为难小平呢？我知影，恁是要替王雅婷出一口气对吧？向我来就好啊，莫想要为难伊。你莫踮阮大姐面头前讲好话，阮大姐的病啊，你拢是你害的。你莫为难你姐夫。大姐，你莫阁相信杜成讲的话啊，好无？你讲你厝袂顶，我的目睭已经会当看到一挂光影，我知影是啥，要甲我杀落去，就是杜成恩。你连家伙也敢害啊？无唔对，我亲目睭看到杜成恩伸手要甲家伙杀落。爸，我无，别听玉萍讲。你就是我相信什么人？讲你。想袂到我六十岁，你生日大礼，是我查某囝一错再错，我的囝仔七面不好，你我的背后做起来你做的歹代志，佫想要为我身躯乌一寡物件去，你两个真友好啦，吼！真友好。王太太，真是的，我袂晓教囝，害你外面做遐尼侪伤天害理的代志，我伫遮向你为失礼，失礼。爸，我无当着代志，你为什么要甲伊为失礼？事实摆在眼前，你搁唔清楚啊？爸，爸，失礼，失礼，是阮做唔对啊！什么？结果啦，结果啦！真的，我无爱。明明是王亚婷唔肯放手，是伊逼我安尼做的，谁人到最后拢是我的不对。你，大哥讲这种话，怎么回事嘞？回事嘞？你王亚婷，你害我叫吴爸爸，你谁人讲话？你谁人逼死死的？你就该死。小平，你完蛋吧。周公平，你我给你来。